神圣世家跟黑暗工会之间，恐怕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们探查清楚了没有？那些巨柱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光辉之城，如今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，谁会知道？ 未来将会是怎样？聂离，如果你真的能够布置出万魔妖灵阵，就算让我以身相许，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。我苦苦争斗一生，不就是为了在这一刻能回到紫云身边吗？我今天做了一些桂花糕，想送过来给你尝尝。 后来才知道，你竟然搬到叶紫云这里来了。紫云，聂离，还是我帮你上药吧。还是我来吧，宁儿。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 万魔妖灵阵由1万只黑金级妖灵，再加上各种铭文布置而成。等我布置完成后，只要发动万魔妖灵阵，外面就算有十几个传奇级妖灵师，休想供得进来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们要先下手为强，绝对不能让那小子跑掉。有几股在靠近的气息。 至少都是黑金级的，出来吧！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今日就给你见识见识黑金妖灵师的气场，黑灵地龙。这一世。 就由我来守护你们吧。